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，我是默默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转眼间，我们下节目已经两年了，今年十月份也即将迎来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一周年。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，从来没有分开过，包括今年过年我们都没有回家。这真的是我们俩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，然后我们一起做年夜饭，一起写春联，一起买年货，一起大扫除。就是挺神奇的一个体验。听说第三季《我恋》就要播出了，期不期待新的 CP 呢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节目哦。希望大家成功磕糖，磕的 CP 比中秋的月饼还要甜。